哦，底加标！哎呦，就这边漏了一下啊！完了，哇，糟糕糟糕糟糕！加杀了，加杀了。哦，逼出去，逼出去就好，不用传了，就直接逼出去。哇，一个错误的抛垒了。是哇，结果在这边是白白牺牲掉一个出局数啊！因为看到在二垒上的跑者啊，这个廖俊凯最后是回去二垒垒包了。那于宗翰以为他要往前冲。 于宗翰就跟着往二垒这边推进，结果在一二垒这边遭到夹杀，一个错误的抛垒，哦，这廖俊凯啊，起跑的时机没有抓到，所以有一些犹豫。主要是起跑的时机有一些犹豫。我们看好陈志伟的一个处理，没有问题。其实这个球不用传了啦，哦，二垒手不用传，然后就直接逼过去，两个都 take 的话就一个出。